来吧，我想先看一下他这个，先做地板吧，硬橡胶地板，哈哈，多了一种地板啊，我还是觉得这种地板比较好看一点，方块地板。那这样咱们得把周围的东西清一下，太乱了。先从这块区域开始吧，把它挪到这里来，这样这边就可以干活了。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可以升级东西的，做一个新的。I am missing key ingredients. 第一个，这个，我要把这个扔掉，这一套没用了。还有个戒指也扔掉。OK。五件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就做无形吧。来脱毛啊，我比较中意脱毛。脱毛、铜斧、铜锤、铜剑都得有。其实没必要都有，那个铜毛就够了。其实，就这样吧。也不是很需要别的，有个加强铜矛。现在的这个铜制的武器它就有技能了，咱们可以用这个 Q 清东西。武汉粉碎机做出来这个石砖地板。这次做个什么样的呢？我先把他正门拆了，我给他做个正门。哎，做错了。啊？怎么超出我的领地范围了？ I cannot build here. 啊，你确定？你不会想让我差这么一点点就不给我造了吧？这么恶心呢？哎，他真的就差这么一点，他就不给我造了。哎，This will not work. 真他妈坏呀！我跟你说，这跟那个什么没有关系啊，他这个地方更改的确实是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桥，这个桥占领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不能改。那我开始疼了。那我进来的那个地方这么磕碜，确定要这么整？什么脑子？ I cannot build here.
说实话，不能完美衔接，我确实不太理解。这多难受啊，就剩一个门口连不上。看没？看没？他妈的！你真他妈该死啊你！你真他妈该死啊你！挪过去，先把地方弄好了。哎呦，木棺竟然能放到石头上了，木砖竟然能放到高级地砖上了，他们也觉得这样不合理，所以改掉了。早干嘛去了？继续干大活啊！它这个里边啊，有很深的地方，咱们现在只探到了其中的二分之一。这块地区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没用到。讲道理，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地方完全不是这样的。250格的上限真的很小。够了，先这样吧。只能这样了呀，他既然这么做的话，没辙啊。没砖了，这么快就没了，不能啊，速度有点慢，问题不大。不知道现在的壁纸啊，会不会比以前更好看了。之前就因为它，哎，这怎么成这样了？啊，这当时是没做好是吧？没见上。哎，对呢。我之前做的是几格？7格吗？难道是？喂。哦，我之前做的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它
确实没问题。我今天做的门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这里是要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样做。我记得当时做的门是不对的，这门进行了一些改动啊。Recognize my power。搞定了，好黑呀！这现在这地方怎么变这么黑了？建造一个传送门并与之互动。This will not work。哎，终于可以放到家里了，真不容易。20个宝石粉末，各任意宝石可以做成宝石粉末。吞噬箱去哪里了呢？吞噬箱倒闭了。再做一个粉碎机，再做一个粉碎机啊！铜锭石头粉末，拿去烧吧你，用不到你了。宝石的话，我记得我隔壁就有，这个拆就能拆出来。一个哦，对，吞噬伤得打 boss 给，但我记得，哦，那没事了，可能我记错了。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宝石，找个有宝石的，应该有啊，这么多宝石，这么多石头，随便敲应该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把打石头掉宝石的设定改了。我操，不会真改了吧？坏了，不太对。那麻烦了，那咱们找宝石去了呀。运气好，隔壁的这个石头旁边就出来一个，运气不好，只能绕了，找吧。哎，在这我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搁这儿藏着呢。一个啊就。是粉末，天然迷雾石10个，我是粉末哪来的？够了呀，家里磨了15个。这边有2个可以出入的地方，真是这个设计还不错，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哎，我操！这种城堡有护城河有悬崖的这种，这个区域就是有护城河跟悬崖的一个城堡，只有2个入口。精致，没铜锭。I cannot build here。
快快快！蛇我磨了。啊，一次出四个，怎么没写数量啊？日了！终于可以放到自己家里了。Another accomplishment. 石棺，自己的石棺，两个天然紫水晶，我靠，你别，紫水晶啊，大哥，我操，玩这种是吧？哎呀，被卡住了，那个宝石。不急，我先把我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一下。这个火好像变得更重要了，之前的话火把那是火把，火其实没什么用啊。那其实如果有了二楼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楼梯整出来了？这个楼梯是支持多层城堡，让你的城堡可以在有坡度的，需要与地板相连，受到阻挡熔炉。基本构建墙壁，哇哦，谢 bro。就这个东西，你看，就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就好看了。这东西，哦，隐形的城堡地基可以用于建造室内阳台，不能放在地面上，可用来代替屋顶封闭空间。地面是不能放这个的，所以要在头顶上放。这个有意思。这个确实有意思。吼吼吼吼吼！还有超大号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我得先把外面做好，我觉得。This will not work. 如果我想，在这上面是透明的。This will not work. 解开我的疑惑了。拿过来 ，This way, this way.我就想知道它这个东西如果被电住的话，假如说我想现在起一个二楼，也就是说我得，你看，
你看，吼吼吼吼！ I cannot build here. 啊，我擦！然后它的墙壁，它的墙壁照常的用，做出来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区域。我擦！我擦！我擦！这挺色的，这个东西直接把这个玩意儿盖成什么了？我操！我操！我操！地面照不过去的，超范围了。他现在那个范围是明确规定的，你做不出去的。我操！哎呦，牛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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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操，可以浮空，已达城堡高度上限，最多就三层，最多三层啊，不能再高了。This will not work. 别急啊，我再测试一下。不行，最多三层了，最多就三层了，最多三层了，三层是最高的了。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牛大了。我的评价是真的牛大了。屋顶不要了吗？屋顶是自动带的。屋顶是自动带的。我的评价是牛大了，这一下就把这个游戏搞得就很屌了。可惜不能有下面，不能往下面塞啊，往下面塞的话就好了，太暗了，还得是有吊灯啊，往下面塞就好了，不能往下塞，太可惜了。左边有一段空间，右边有一段空间，把这空间利用起来吧。好黑呀，怎么这么黑呀？亮度调高一点。哎，亮大了，亮大了。啊，这不行。整个工作间出来啊！今天不做饭。理论上来讲，这个地方是多余的，这个地方不合适，这个地方也不合适。也就是说，我这个位置要改掉，不能做门了。
哪里不对吗？他妈的做反了。这才对，这才对，因为你刚过来走这条走这个拐弯的路线的话，会很怪啊，稍微拐一拐会舒服一点。这地方竟然能看到二楼，二楼的阳台，哎，奇怪了。啊，这样一下就正常多了，对吧？这怎么回事？这个墙……哎，我操！我发现楼梯是可以代替墙壁的，楼梯可以代替墙壁，牛大了。鱼这么多吗？挡不住了，要钓鱼了。彻底清完了，够了啊！这个硬橡胶是什么东西？是，这不叫硬橡胶地板，大哥，怎么就成硬橡胶地板了？晕掉了。要木板跟石砖，石砖跟木板都没了。操作一下，操作一下。粉碎机是，哎，不是这货，这货，他磨完了，这也才100多个。这也是不够的，得多做一点，再多，两个锯木机，理论上来说，两个锯木机是够的，用不了多少。19个，我能在这钓鱼吗？算了，不合适。这个已经到边界了，就到这儿了，不能走了。这个边界规定太明确了，多一点都不让你用啊。OK， 先封个地，倒过去。来来来来来，第一点是锯木机，
我记得这个东西它，哎，对，这种露天剑家给人一种被偷家的美，没招啊。微微调一下，正常看着舒服多了，操。除此之外，工作台、研究桌，该搬过来都搬过来。这个其实可以搬到这儿来用。这个就可以放这儿了，这没啥用。这个临时先建那么一号地方，之后这个会改。临时先这么用一下，他给箱子标了个位置，不错，不错，不错。接下来是紫宝石啊，如果是要继续推进的话，需要紫宝石。在做紫宝石之前，我自己的等级是31，手里边能做的东西呢都做了。铜弩的话，我说实话我不是很用，用的很多，很少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叫做炼血器。这东西要一个，它可以把咱们的精华带进去。哦，炼血器现在多了一种东西啊，多了一种任意鱼类产出鱼油跟鱼骨的。在此之前，这个东西是用吞噬箱来做的。看起来它确实把吞噬箱这种东西给它删掉了。明显没有这东西了，该放一下。加乌丸是一样的做法，这能出对应地区的特殊的素材啊。这小箱子拿来放纤维还不错。别的都没啥用，放花吧，就放花吧，搞定了，天准备亮了。手头还有什么东西能做的吗？没有了，追下一个等级吧，咱们31了。先蹲这个比较关键，这能解锁一个非常好使的技能。看一下方向啊。那就基本没怎么掉。在门口打得很 happy 啊，遍地都是腐化之心，非常远。这个非常远指的是多远呢？无赖69%，可以。哎呦，差点把他打死。这货是个移动的怪，找起来真不好找。定下位啊，这方向
什么那个城堡大门叫狗图？30级，是我自己把鼠标放在自己身上了，所以显示出来我叫狗哥了。应该做个钓竿的，没有钓竿的话咱们有点影响啊。做个钓竿的话会好很多很多。47的无奈，我以为是个69的，够用了。大家都是开荒，因为他这个东西重新删档了，大家都是开荒。过不去。What the fuck？ 哎，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技能啊，都没注意啊。什么意思呢？在这个路上应该是。喂喂喂。这么happy啊。山普花瓶图纸，我建议打我，我是无辜的，谢谢。我捡了个图纸，我是无辜的，不建议打我。看起来可以利用别的生物，看起来可以利用这个新出的这个尸体堆这个东西来打这个吸血鬼猎人，他挺容易中招的，血都没了。另外咱们需要两个天然紫宝石，那他这个宝石应该还是要合成的呀，估计还要打什么宝石对应的狼窝，没大 boss 呀，打那个对应的东西才能出吧。哦，就是像什么来着，宝石台子。隔壁的狼胸口还有白毛，怎么喜欢白毛？进了啊，进了。我都听到他笑了。谁呀？笑得真难听。非常紧。哎呦哎呦哎呦，这样以前，哎呦，以前确实很少，以前确实很少见到他们打得很happy，就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这么happy了。
nothing on your feet. Think on your feet.太慢了，太慢了。我奶，我奶射的都比你快，比你准。好东西了啊！哎呀，混沌球是最好使的东西了。雷暴啊，雷暴是新的东西。搞什么？在逗我？追下一个，追下一个，把这个换了。也可以换成这个东西，这玩意儿也能给自己治疗，挺好使的。叮叮叮啊，吞噬箱还在呢，你看吞噬箱还在呢。皮革加工台，储物袋配方，小储物袋，哇擦，小研究袋，小草食 草药袋，小宝石袋，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纵火者，这个是，啊，正好来，来都来了，走，来都来了，那个腐鼠就算了吧，腐鼠，腐鼠，说实话，就解锁个老鼠，我一直不打的。纵火者这玩意儿是在一个营地里边，硫矿厂。我这能跳过去吗？跳不过去。天然紫宝石去哪整的？解锁了会变老鼠吗？当然会啊，解锁了就是变老鼠的。找宝石，关键是找宝石。那个两个天然紫宝石不出来，我石棺做不出来的话，就没法往下推了。表哥不玩这个游戏。73%的无赖，没啥用。来这儿翻一翻，能不能找到吧？太多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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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问。太准了！哎呦我操嘞！开始瞄是吧？这货这个地方是不空的。
喜欢自瞄。无赖弓箭手啊，这个叫金无赖弓箭手，61%的无赖。无赖 ，A 值太大了，容易命中。这点基本不空的。61%的吸了，阳光好有几初级阳光抗性精华吃了，没有药膏啊，远一下自己吧，没抓老鼠，抓几只老鼠的话就有的玩了。怎么现在是他不会回血了是吧？一级等级嗜血珠宝，命中值消耗冷却时间缩短，有点东西。不然他好像不回血，命中了也不回血。好嘞，不会写。哎，好兄弟，炸飞了。DRC 啊，你自灭，看
哎呀 ，to die， 都得给我炸死！砰！哎呦，没炸死。New knowledge acquired。无情铜制锤杖，这东西出了，相当于我可以去挑铁矿了。我只想要两个天然紫宝石，这个能不能满足我？打飞了，鱼骨都出来了，所以我的天然紫宝石去哪里了？哎，炸出个胸甲来，无情夜行者胸甲，哎，我有了，那这个只能分解了。他这个没有吞噬箱，没有删掉，没有改掉，只是说他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以前的时候吞噬箱都得从他的那个东西获取。素材基本上都是从吞噬箱里获得，现在工作台里边可以正常的获得一些分解的东西。五条鱼，挺能吃啊你。多少啊？2500个硫，够用了，回家。月无花，我定个位回家。在这有个传送门来着，我记得这传送门好像在上面啊，很远的距离。我看一下下一个等级是谁呀、啊？多了个啥呀？多了个幻影啊，这个不错。35级的堕落者，打这货吧。传送石之类的东西吧，没注意啊，还不知道更没更新传送石，等我往后推一推就知道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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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这啥？置换蘑菇。蘑菇，某种蘑菇，在那等啊。传送门，我记得好像是在这儿啊，这里有个传送门。今天没有更新，这附近我记得是有一个传送门，在这儿还是在哪儿的？肯定有啊。荧光山丘基本上没动啊，它应该是多了一个地方，可能它把一些细小的地方都改了。看看，荧光山丘南部、北部还是南部传送门？点完了，花粉就不要了。紫宝石去哪儿整了？晕掉了。钓鱼也会出宝石，我记得。我得去钓钓鱼。再往前走。到荧光山丘了。天然蓝宝石出货了，天然紫宝石呢？天然紫宝石呢？
奶奶。到了大跌的地方，大跌的地方，这里传送门没找到，在上面估计，记不太清了。我知道的是，在这里，在这旁边有一个传送门，在这儿，这是一个传送门。这下面我记得是有一个的，怎么找不到了？在这儿吗？在这儿吗？哎，算了算了，火枪手是百发百中啊，赶紧走了。我一下差点射死我，三枪就把我枪毙了，胖胖胖，我就嘎了，老实跑回家吧。我发现这货他会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怪。这一个宝石，红宝石，宝石粉末晕掉了。上路，猩红之河流可分解，这个宝石分解了应该是宝石粉末啊，大概率。看看再说。
哎。坏了，给他加血了。哎！我操你妈的！加满了。耶、yeah ！你爹呀，血给我加满了，换一个，责难效果，这个不错，重新打，加满了，没法打了。哎呦我操，空，技能空了，我日。有了。You walk with death, but I'm not properly introduced. Allow me. 为什么不呢？我操！哎，你在逗我吗？这不是你，哎，我。The trees foretold your coming.我操！他妈恶心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操了你妈了，真的是！操了你妈了，真的是！走了，不打了，浪费时间。
心，真他妈恶心。我发现他这个，哎呦我操，几秒钟的东西，这玩意还是不好使，得全力输出才行。传送门现在已经改掉了，他们现在开局就能有，随便做几个任务就有了。那我平级再来打吧，恶心死了。掰掉，回去做一个钓竿啊，鱼钓一下。我这个要天然紫宝石，我去，要天然紫宝石吧，我记得。制造多了炼金台、皮革加工台，精致里边多了脱了吞噬箱，多了个火盆，可以。天然紫水晶没问题，只要出天然紫水晶就可以了。天然翡翠，黄的、红的、绿的、蓝的、黄的，这他妈一共就几种颜色，怎么我全有了啊？这一共就几种颜色，我全有了，晕掉了，要死啊！真的是。又被监测背包了，又被监测背包。那附近也有吧？我记得在哪个路上遇到过来着？到山上看一下，山上应该有宝石。那是喵爷，这里应该有宝石的。没有。路上好像遇到过几次，忘摘了。完大了。哎，这个区域也不错啊。它这个区域是两层的。哎呦，
老找吧，没有这个磁宝石推进不下去了，我做不了牢笼，找到了高血的，到时候找不没法抓回来，多难受啊！我们运去喽，你还在啊？哎呦，尸体堆跟这玩意儿打起来了，爽！可以白嫖东西了，这位置白嫖一个38级的东西，可以，真没有啊就。唯独没有紫水晶，谁能赢啊？啊！天然迷雾石，死了！满了，我操！把他杀了，给个图纸。有人帮忙的。There's no space in my inventory. I must make room if I want to. 掉了个迷雾石啊，迷雾石是白色的。粉木哦，没啥东西。没东西了。坏了。这。我靠，1234。我说实话，你这不针对我是不相信的。有问题啊，有问题。这1234出去转一圈，发现回来了之后啥也没有，等于没回来，没出去。多少也是有点问题。不相信没猫腻啊，肯定就有猫腻的。啊我这个鳖孙。啊我。烧成硫粉吧，烧成硫磺吧，硫磺本来就要用。剩下的粉末的话 粉末的话其实可以放在这里。宝石也先放进来吧。鱼骨跟鱼，来学东西，先把这个学了。无情铜制锤杖，这个东西可以升级一下，把这个铜锤升成无情铜锤，挺好。给了个戒指。给了个窗户，给了个石质装饰品，可以生个铜锤出来也可以。无情铜锤可以挖铁的，啊，天然黄玉，哎呦，12的伤害，木板加铜。嘿嘿，除此之外，咱们还解锁了制造的炼金台、皮革加工台。小研究袋，
哎呦，血玫瑰，宝石粉末。哦，有意思，有意思。哎，有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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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意思。东西竟然摆不齐呀、啊！谁设计的？这他妈谁设计的？扭大了。经济里边来个吞噬箱吧，吞噬箱还是要有的。看看能吞啥啊，首先把这个分解了。还是一样啊，该怎么分怎么分、啊、这个他这个分解了，分解了天然红宝石，宝石粉末。哦， Interesting。Interesting。 除此之外目前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做了，我要去打图纸。这两个都学了，恶熊也不好打，做装备打图纸，去找一个地方搜索啊。最好的话是搜这里吧，这里帮我们搜索，搜索一波，找宝石。石棺没有的话，咱们没法继续推了，烦死了。啊，这钓竿，钓竿，钓竿，钓竿能钓出来宝石，就做个木工台就可以了。Anyway， 这个钓竿钓鱼的话，钓到的鱼都是有用的。让我钓是吧？嗯？You may bite it once. 不解锁不让钓。北美虾虎鱼，好东西。逛逛街，找找宝石。石傀儡本身也会掉宝石，我记得。它宝石的出，哎，这里有一个。它宝石的产量比之前要低不少啊。几乎之前是这个宝石矿，如果你砸碎的话，能给一堆矿的，现在很少了。
吸血怎么说？吸血，铜币。你开始装宝石了，自己。还真可以装进去，哎，打开了就往里塞就可以了。睡觉了。Winter's come early. You better be prepared. 要等它更新才可以，估计就这个月了。Taste of knowledge. 69%毒嘞，我觉得我可以去那个，我可以去那个贸易商人那里去买一点，因为他不是可以爆，不是可以直接出吗？出了点翡翠啊，要大师了吧？明天才能大师。那个那卖东西的那个地方在哪儿来着？七杀不能补，卖东西的那个位置在哪儿啊？在这儿，这何必？现在是这个这种东西可以在这里边直接搜到，倒也挺正常。哎，我操，找到了。Nice。大打的好。回家回家。抠半天终于抠出来了。装备还没起火，得再去搜啊。哟，这个地方不够大，
之后后面那个工作室得做的稍微大一点。哎，这个地方只能做其中 一种素材的地方啊，做多了不行。哎，他现在好像哦，这个是没配方的，这个有配方，可以做一个原初血液精华，原初血液精华可以做这个优质，不对，优质，原初精妙之心，我什么时候啊？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优质血液精华，然后这个是原初血液精华，不一样，不一样。出来的宝石粉末是怎么回事？无所谓了，咱们做石棺啊，赶紧做，继续做。粉末粉末四个，石砖十二个。Yet another accomplishment. 普通棺材。优质血精华，来吧，主宰学会了。Recognize my power。抓人去了，走走走，抓人去了。随便门口拉一个就可以。隔壁拉一个回来。圈个大的，Bend to my will。快来快来快来，他不仅做了单数的楼梯，还做了双数的楼梯，所以单双在现在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间。双数的那个楼梯更快更大一点感觉。I will make you mine。四分钟。多少张纸啊？四张纸。好，无情夜行者靴，出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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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守卫戒，物理暴击率，法术暴击率，天然蓝宝石。都行都行，无所谓都行。他知道把宝石粉末也装进去算是一个好事儿。
除了这个不好整理，别的都挺好整理的。鱼的话，哎呀，话也挺好整理的，都给它放进去完了。鱼放这儿，老鼠放这儿。这有四种宝石，都先带，都先放到箱子里，这不是放到自己身上，这不刚刚好。然后这个织布跟布的话本身占位置很少，直接可以带身上。这个有个两件套装效果，这个两件套装效果是最大生命值提高12啊，加物理攻击四件的话是物理攻击提高2，装备等级提高1，挺好。等它转化，然后咱们砍点树，炸弹做一个硫磺木板油石，我靠！这是哪里莫名其妙的来个天然迷雾石？我啥也没动啊，你们看到了吗？我啥也没动啊，他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出了个这个东西？技能不如这个玩意儿。先把地铺完，这地方能铺600格，可是根本就没那么大的地方啊，哪有600格这地方？这个场地最多就这个宝石打石头还是可以出的，最多也就300格吧。运气真不错，你看一直掉血，这个东西，一直掉血说明你没血了，吸血鬼当然要吸血了，所以找个人去吸血就可以了。
OK， 来把后边全部的地板给它铺上啊！石砖炸了一堆，我靠！那个炸药的话可以多准备一点，到时候可以一次性全炸了。咱们只需要准备石砖。加一个血液精华，很多很多血液精华，血液精华现在还没有解锁那个换的方法。主宰的话，只是多了一个关节药的东西。This will not work. 北方的泡泡糖，哎，这就舒服了。墙壁也有，墙壁现在也可以做了，一起给它摆了。有问题之后再改。OK， 只要把这个地方封起来就可以了。哦吼，这块地方也整好了。还有多大呀？这不多了，可容纳的地板其实不多的。还有隔壁这一圈没搞，不着急，咱们先去看看自己的小弟怎么样了。包含无效之符 ，Why？ 过短，包含太多重复之符。哎，大哥，你这是个什么游戏啊？你这么玩？啊！啊！不能够吧？六九幺呢？是不是不支持中文？我之前复制过这啊。六九幺在不在？六九幺，六九幺不在。嗯，起数字吧。铁定来了啊！铁定准备上去挖铁，我们挖铁喽。